小心！顾启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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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烦患者家属让一下。晕倒了，阿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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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了我弟弟？滚，滚！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怀孕了？说什么？我怀孕了？对，已经六周了，但你现在的身体太虚弱了。顾启辰，我没有孩子了，我没有孩子了。你现在需要好好休养，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你现在需要好好休养。哎，你好，你找谁？请问今天送进来抢救的车祸病人在哪里？钱莹。顾启辰，我是泱泱啊，你醒醒，你醒来看看我，顾启辰，顾启辰，什么？出来，他会醒的，他说过他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如果不是你，他不会变成这样子；如果不是你，他不会不死不活的变成一个植物人。你走，你走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。